据外国媒体 Us Weekly 报道，44岁的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 Leonardo DiCaprio 与21岁女友卡米拉 Camille Moroni 或将订婚。报道中称，他们已经谈过订婚的事了。这也就是说，被人们调侃为超模收割机的小李子要安定下来，步入婚姻了。卡米拉是阿根廷的超模，1997年出生的她只有21岁，比小李子整整小了23岁。据悉，年轻的卡米拉很喜欢小孩，也想要孩子，但她想先结婚，因为她是比较传统的女性。1997的泰坦尼克号让莱昂纳多声名大噪，有人说当时的小鲜肉已经渐渐变得有些油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莱昂纳多身边女伴常换，甚至被调侃为超模收割机，但报道称他对现在这份感情相当认真，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一个女生。此前小李子曾多次被拍到带着自己的超模女友去各地度假，甚至和父母一起用餐。或许小李子真的好事将近了，但也有很多网友表示我不信，究竟事情会如何发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